哦，谢谢强大或猴哥，强大或猴哥的这个火箭，谢谢谢谢。他们爆炸了呀！我中馗一选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好，我们爆炸了，对不起，我刚刚那句话收回来了。我们这边三法师讲道理有点地理，嗯哼，还有盾山，哈，盾山开什么玩笑？这不欠勾吗？勾 buff 这还用说？三、二、一，气不气？气就对了，难不难受？赢不赢？嗯嗯，气不气？被摔，摔我，大球，球我，疯狂清兵兄弟，我们这前期伤害不够啊！问题是，吃口药，他是不是在打蓝？打蓝就得教育，这什么？边路盾山可爱，嗯，不行，我感觉我们这边的这个小射手好像挺难受的，让我来教教他如何做一个好人，给我哎哈、哎，好，我在热手，不要急，好吗？太久没有玩了，找找手感。等一下，我跟妲己游走。何其恐怖，想象一下，妲己二技能我定点勾，人家不就死了吗？上去晕他一下，晕他一下，我勾一下他不就死了？哎，你先晕我再勾，这有什么很难理解的吗？你哎，你晕我勾不好吗？你非要我勾你晕，这怎么玩？是不是你晕我？我在干嘛？我决定关闭局内打字，好好琢磨如何勾人。谢谢六八八村的豆豆，谢谢豆豆的火箭，谢谢谢谢。我在干嘛？大声告诉我，你说呢？我在干嘛？打开语音，寻找机会。嗯哼，放弃机会，他要被摔吗？他怎么从侧边位出来的呀？是吧？声东击西。西在哪？西在这儿、啊、开大有用，打五开什么玩笑，这浪费了凯的机会啊，反手吃口药，哥们儿一愣一愣，别急，你晕他我勾他不就好起来了吗？我知道你晕呢，你跑过来晕一下，他没闪现是怎么这么难呢？他为什么非要等我先勾？我真的是受不了了，你上去晕他一下，你有武术鞋，你晕一下，我一勾一吸一大，这哥们不死了吗？你这肯定晕得到呀，我这一勾，这不是个一吸，这不就完了吗？这有那么难吗？哎呦哥哥，我觉得你先晕我再勾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嗯，不，这个打不了啊！啊？嗯哼哼，很尴尬。嗯，嗯哼哼，把我的这个回响给他做一做。嗯哼哼，你勾我晕最好。
我非常感谢妲己如此看得起我。我们还是要回馈他这是吧？回应他对我的这个钩子的信任。你觉得呢？好多人你不要先出钩，你等他扭扭够了，扭扭够扭扭了后我们再勾，这一切就好起来了，是不是？等他扭啊，他扭扭扭扭啊扭，是不是？往左往右，哎呀呵，没上当啊，还行，算了吧。别急。死！买装备，我活下去，活下去，活下去！兄弟，闹不闹？回家。无敌中黑，跪求一死。这把我的小冰心给他做起来，我现在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嗯哼哼哼哼哼哼哼，你有办法？我钟馗还是带领了全场的节奏呀，让我去单杀他，假装往上走，往上走，结果呢？结果是往下走，再往上走，感觉我在勾这个坎，实则我在勾这边，是不是？当然这样是很难命中的，但问题不大。兄弟，你早说你要先出勾呀。那样不就不会有误会了吗？哦，踩一脚，走位，再踩一脚，哥们儿你死了吧！他过来推我，我小走位，我踩一脚，然后呢，他给了我个大球，给了个大球，我一勾没勾到，吃口药。哦，好紧张呀！这种进攻的节奏让我缓不过来了。这边给了个子弹，想一下。一两颗大球不能打，我能打吗？我可以，我吸，我吸。哎呦，他那个弹是真的恶心，这都能把我弹到，弹了个小兵啊！别，不可以，还能打吗？讲道理，我在这边残血的我瑟瑟发抖，他又想阴我，他这边开启大招，给了个大球，你晕一下，晕一下，我定点，定点，哎，定个鬼！哎，他那个二技能是真的恶心，好不好？我服了，他死了，踩一脚，走位，别急，直接一勾，再一踩，回家，吓死我了，再不能玩了呀，赶紧把下路带一带吧，我的朋友们，下路，这边给了个大招，别急，等我勾一手，兄弟。这种勾法就非常讲究。什么叫一个讲究的勾法呢？就是你这个面向的方向啊，是吧？你这样过去，他当然知道你会勾他，他在这里，然后给他一个惊喜啊哈！这边能打吗？啊，这个弹啊，呜、哦，别，快回！别打，这一波不好打。讲道理，这里他能晕别人一下，我们马可波罗在下路，我们赶紧回中路把这个兵线守一守。他是能准确的把别人晕一下，但是没有这样做，往这边走，一手高了个兵，是吧？把这个炮车先打掉，没有问题。啊，还有这里还有一波兵啊，踩了一脚，他在背摔我吗？晕了我一下，兄弟，再往这边走，这好多残血的人，
我这边勾到了，直接吸，死一个，往这边拉，吃口药，别走，继续买装备，快走快走快走，他别死了，我二技能又要好了，二技能好的那一刹那，对不对？先踩一脚，把这个兵线一清，假装往上走，试着往这边一勾一踩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感觉这一套逻辑在这个段位不适用啊，他是不是打我了，兄弟救我，我踩一脚，我勾一下，他是不是还是过来，哎呀我痛痛痛，别急别急别急，马上两秒两秒一秒，道理在这里，哎呵，这怎么就是勾不到人的，好烦的哦，他把别人秒了不行，我感觉这把我的钩子命中率有问题，你感觉到了没，他被晕了吧，你晕他一手好不好，你晕他一下啊，可以，我这边勾一下啊，吸一口啊，这啊，还行还行还行，哎，好头疼啊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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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看看我们要出什么，我思考了一下，我们是不是补一手极影会比较好，我们这边有攻速人吗，啊没有没有，那我们就把这个卖掉行不行，是吧，不做不当一个辅助了，不当辅助了，好好打，是吧，我要 carry反手过去，一波帽子在身上，不就好起来了吗？这把由我来 carry， 无敌钟馗不再低调。哎，可以啊，这中路塔就推了呀。我在这边一蹲，这个妲己啊，不是这个虞姬过来吃我一勾，不就好起来了吗？是不是？这不叫好哎，我这都好不起来。不行，我这个钩子。还得练一练呢，不可以，这太肉了，这边开大刀再奶，他这边给二技能，然后呢，哎兄弟，我救你，我吸，死了一个，往这边拉，别急，两秒好了，这边一勾，哎哈，又死了，发起进攻，哎可以啊，我这捡 CD 起来后，我这钩子 CD 好快啊，好，假装往这边走，然后呢，这能直接打吗？我觉得不太好，打这个盾山吗？不太好，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这样就 好起来了，吸一口，这踩，我闪现踩，我踩，我买，我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是吧？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你有办法？好，有个人，啊哈，不玩了，不行。非要勾出来，太逗了吧，下一把还行吧，我觉得我的钩子，MVP 理所当然好吗，我跟妲己只是不能配合而已，